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潘。昨天我们这边下了很大的一场雨，结果把我们这个猪圈给弄垮了。哎呀，又要忙一天了。这个把它铲掉，这边本来去插秧，这个猪圈垮掉了，又下午去拔秧。因为这个猪圈的话，很多很多年了，几十年了，好像是因为下雨，有的地方它那个漏雨，然后那个梁。就是腐烂了吧，然后下很大的雨，它就垮掉了。小将已经去犁田了的，我的脚把这个弄干净，下面那里的话，等开太阳再把它处理。把它倒在下面，以前是那个。地窖，把这个泥巴给它铺平就可以。那个几窖也打湿了。这些瓦都有地方就是太久它脆，然后就破掉了。昨天我们家的母猪在这里的，那个垮它一跳到这边来了，那边猪进来了，然后那里的话有个洞洞它就跳出来了。这头母猪怀孕了的。炒完了，然后倒掉了这个旱菜，还有黄瓜，准备炒菜中午饭了。该吃饭了，看到那杯煮饭好了没的，这是赤梨酒，给你们倒一点，你爸喝啤酒吧。这个旱菜炒这个干辣椒真的好香，腊肉炒黄瓜，还有这个鸡蛋，昨天晚上炒那个青椒没有吃完。